妈，你这样上哪儿？上我们中间来，你上这边。你在那儿转，上这儿来。你让你够快。爸爸跟前来。那孩子上中间。那是猫懒不懒呀？耶，小问脸呢？哟。在那边演活了。这个萌哎，猫，熊猫，这跟妈妈。我那个包儿都穿了，走吧，我们看别的去了，走。他家老虎。哎，我一俺奶奶躺着吃东西呢。哎呀，这不是白造的，这也是白的。你看，我一个大熊猫吃竹子，好不好？你看着吗？看见了吗？那你站在这儿看好吧。哎呦，你咋这么能吃呢？哎呦天，他现在吃好几十公斤，好像现在吃十几公斤的竹子吧？好不好玩？猫能不能吃？还躺着吃还？这路上医生就愿躺着吃饭呢。别动，别动，上不给账。我懒，可以了。不行不行，等会儿你把手给扔了。太搞笑了。要扔下去，咱们就捡不上来了啊。那你自己，来你扒着这儿看。看看，又拿了一根，是不是？又吃完一根了。哇，你怎么出道啊？对。挺有意思的。